有咁样全套封城，点抗按摩浴场？成张床都要搬走，冇计啦，正常啊嘛。提议涉嫌管理卖淫场所，加咗46岁姓尹同39岁姓黄嘅男女职员。退到咁正，皆因差人前晚喺波兰街呢间桑拿放蛇，听到900蚊全套就 action 啦。咁喺行动期间咧，上址嘅职员咧就声称咧可以为我哋嘅放蛇警员喺上址提供性服务。差人查紧个场有冇黑底，唔排除有更多人报道啊。